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一个是什么局？这个是荣耀局啊，兄弟们！荣耀，荣耀局，荣耀局！我们星耀一对决，荣耀，荣耀局！铁定刺激啊，兄弟们！不止刺激，还吃鸡呢！扶桑机下选一首，我觉得新版本扶桑机下还玩得了吧？我觉得，我觉得啦。看吧看吧，我觉得玩得了。这样的棋手，我觉得卖了吧，只有一张罢了，没什么作用，直接卖血吧，只有两张扶桑机下没有什么用，卖了吧，哇，这个人的棋手也太好了吧，火舞哇。火舞小鸟，哇，这家扶桑机下已经成型了，哇，有点气，这也太难了吧，没牌，直接卖了吧，无所谓了，哇，这人七滴血，随便卖了，无所谓了。看看看影片学技术吧，各位。OK， 输了，美滋滋。墨子。就这样吧，输是无所谓的。打不过吧，哇，怎么那么多扶桑机下呀，感觉这场刺激了都。打野怪是什么人口？早知道打野怪不生人口了都。发穿帐宝石，小鸟，要赢还是要输？各位兄弟，你们决定。天赋，连胜失败的经验，感觉打得过，所以我才这样子选择。哎呀，打不过，还行吧，早知道点失败的经验。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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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赢了。虽然这样卖的有点不彻底，不过感觉还行吧。感觉好多人在玩扶桑机下呢。三家扶桑机下，兄弟们。这把有点难搞。哇，这人已经哦，四人口，吓死我，还以为五人口了。橘子跳，哇，应该打赢了，可以。抬人口。没用，倒不如上墨子呢。天赋，哎，开天赋，金半进阶，哇，我没选过啊，兄弟们，进阶吗？完了呀，我没点到，要输了。哎，赢了，哇哇哇哇！点的什么鸡？这是更新后第一把排位啊，兄弟们！这鸡半进阶是什么东西啊？保持阵型，辅助，凝血。好烂的天赋啊！哇，这黑洞吧，兄弟们，这有点黑洞。这什么？四级下，这有点黑洞啊！我打赢了，哇，金。鸡半进阶，有点东西啊！打野怪好的，只是这一次三把机下扶桑，头痛啊，兄弟们！第一家换长安打工了呀，有点危险，这样就危险了。哇，墨子根本叠不起来这装备。炙热之背扯，普攻概率，冰冻，电刀。这人已经有攻分了，他也是机下扶桑。我们基本尽量要以多打少取胜啊。完了，哎，打不打得过？他有火舞啊。打不过，他有了一个火舞，火舞来了，这样的话就有四扶桑了，有四扶桑了，哎。怎么还是机下呀？搞什么啊？哦，我要四扶桑，为什么给的是机下？哎，感觉有点被系统制裁了。
赢一把输一把，赢一把输一把。完了呀，兄弟们，这把有点炸啊。这把有点炸啊。18滴血的伤害还行吧。不会超过最高等级。哎，好烦。我们存钱抬人口吧，抬吧。神秘能源破坏沉默。我们只能以多打少啊，尽量快速把对面抬走，要不然还真没办法打。我们现在第一名，可是有机还有机下方。这把荣耀局我们能吃鸡吗，兄弟们？我有点兴奋啊。装备给橘子吧。我们现在目前榜一，兄弟们。只是为什么他不要给我扶伤？我要扶伤啊！我不要击下。法术装备，回响。武则天。哇，这武则天来的好早啊。叫我女王陛下。试看看试看看。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用。我们只是就是试看看。这么早有拿到武则天。哇，武则天蛮好用的耶。哇，这武则天蛮好用的耶。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，这武则天有点厉害。小学生，我可是重量级的。就这样吧。哇，这武则天有点厉害啊。武则天能杀人吗？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。我这人捡蓝了，兄弟们。大招，我不痛不痛。火舞能秀吗？完了呀！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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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武则天不太行。两张橘子，橘子不追了，不追了，要卖什么吗？看一下，火舞先不要吧，打得过吧？哇，
哇，有点难打、啊。宫本来了。有印象吗？正合我意。人生就是不断的战斗。叫我女王陛下。我不懂能不能行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天赋觉得没什么用啊。有用吗？这天赋我不知道。我这吕布，哇，这武则天拿了我所有伤害呀、啊！等一手吧，等一手吧。我们现在还在榜一吗？这么猛吗？哇，荣耀王者要被抬走了都。可以，加油吧，兄弟们。我还是蛮乐观的。这武则天真的是太脆了，大招都丢不出来，又来炙热，都不来法装，我怎么玩？等拨钱吧，兄弟们。两把电刀法装，武则天伤害不懂够不够，我们看看着办吧。我觉得反正我们没压力，哇，武则天赶紧丢大，丢不出大招。我这两个武则天别看戏啊。完了完了，这武则天在看戏，真的难搞。有点担心啊，兄弟们。下把再收吧。这人也有武则天，这人吴国啊，吴国。这人吴国好像打不过诶。哇，怎么看不到对面？哎呦，我服了，看不到对面啊。能来武则天吗？别这样啊。有印象吗？正合我意。哇，还好有补到一个老夫子。完了，已经打不过很多人了呀。
已经打不过了，需要等武则天了都。武则天不来，真的打不了了。武则天不来，我们已经打不了了。又是这个人，完了呀！这怎么打？糟了，感觉要凉了呀！荣耀局我不想输啊！哇，这三星阿里有什么？他们有什么天赋？红叶啊！哇，有毒吧？这红叶！别打肉，还行吧。哇，这个 Jackie Wolf 有点东西啊，这 Jackie Wolf 果然是荣耀王者的，这么厉害。哇，这个 Jackie Wolf 有点厉害啊。我们等武则天吧，没有武则天没办法了。那个羁绊境界实在是太废了，糟了呀，这没什么装备好拿、啊、只能拿令旗了。没有武则天啊，我们上不了武则天的。哇，这吴国好像打不过。哎，我们人数最多战士吗？这样还有一点用啊，兄弟们。哎，好！哇！被吹起来了，有点难受，兄弟们。我不想抬人口啊。扩军，感觉扩军没什么用，没有伤害，我不想被抬走啊，兄弟们！切射手啊，老夫子，别演了呀！完了，这太难了吧！武则天，来了，哇，这也太极限了，我觉得。这把吴国啊，怎么打？这样打吗？我不知道了呀，兄弟们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希望别输吧。
哎，打过了，打过了。哇！哇！打过了，打过了。武则天伤害还是蛮高的。第二名是钟无艳，第三名是宫本。感觉老夫子还是不能给他装备。哇，这把七战士，我们法师啊，哎，可以，小鸟来了，小鸟来了，兄弟们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我们也是有，我们有多少六战士。哇，武则天一个大招可以，武则天伤害终于有点起色，抬走了吧，可以抬走了，前三了，在荣耀局拿到前三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兄弟们。哇，打野怪了，这个吴国有点难搞啊，兄弟们，这吴国射手有红叶，哇，这把难搞，我们应该打得过射手了，武则天装备起来了，来个帽子什么的吧，就赢了。刚刚早知道选个，哎，帽子来了，霸者，坦克，霸者给到钟无艳可以，帽子换一手，炙热还是要的呀，感觉，这个 Jackie 是 OK 可以，炙热可以给墨子吧。看武则天的大招毁天灭地，兄弟们，完了呀！武则天被秒，兄弟们，我们要被抬走了。哇！搞什么？双叶红鱼，二叶花。哼，搞什么？完了呀！武则天放第一排，什么技能都没丢出来就被秒了。我天，天哪，天哪！第二名，兄弟们，可以血钻，新荣耀局排名第二，血钻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还行，这把是荣耀局啊，兄弟们。哎，怎么看不到？哇，这个人选的扩充，他的哇，这扩充有点细节啊。死到我，他有几个辅助，还有两个辅助，还有一个异星。没事，第二名血钻，兄弟们，下次见。